部落奇幻冒险手游《秘境传说》，下载就送限定宠物奈奈奇，不用氪金就可以用。主角本身呢，他父亲他留下了一个神秘的笔记本，还有一个项链。故事的走向，thank you.
很多新手玩家完成新手教程后就不知道应该怎么玩了，今天我来教你。部落奇幻冒险手游《秘境传说》，下载就送限定宠物奈奈奇，不用氪金就可以用。